活该！为什么跟人家斗气呀、啊？是那个万国舅太霸道了。就是啊，他连女人都欺负。我第一眼看见他，我就讨厌他了。是啊，我这么温柔啊，也受不了啊。总之一句话，万国舅是混蛋。哎呀，吵架伤和气，家和万事兴。什么呀？谁跟他一家人呢？我宁可跟宫女太监好，也不跟那个混蛋好。大家都住在宫里面，一天到晚见面的。那又怎么样？他害得我的脖子都歪了，开什么玩笑啊！将来要是我生不出孩子，我就要他好看。好啊，我会不会也生不出孩子啊？总之呢，千万别让我们抓住把柄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一定咬着他不放。你们呢？你们别小事化大了。总之还是那一句啊，万事以和为贵是最重要的。嘿。你们就没事了，轮到我扭伤了。真的是一滴也没有，国舅爷。李公公，你再多虚一阵好不好啊？不能虚了。你为什么就不能虚呢？再虚奴才就要尿了。你，哎呀，算了，不如再喝玉姨开的利尿茶吧。林公公啊，我现在不是没有尿，我是尿不出来，再喝就要爆炸了。嘿，如果你再尿不出来呀、啊，御医说可能要剪掉。好啊，到时候一定找你奉陪。别这样，我也没得剪了。哎，都怪金家那几个臭婆娘。哎呀，金家那些人算的什么呀？蚂蚁一群，国舅爷一根手指头就碾死他们了。哎呀，还是说些开心的事吧。什么开心的事？记不记得陈尚书啊？陈尚书，奴才已经约他到这儿来，带备50万两，到时候国舅爷就把科举试题卖给他，那就能赚个金玉满堂了。你不是拆我台吗？你真是的，我哎，别打我脸。那，你气死我。哎呦，哎，这么重要的事，怎么能这么草率呢？虽然在宫中交易危险一点，但是孙子兵法说过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啦。我说你这种人呐、啊，不打你怎么行呢？你真是别打脸，哼，你滚开呀！啊，真这么容易啊？我就不会收那么贵了。那该怎么做？这个行动呢？一定要深藏不露，里应外合，掩人耳目，不留痕迹，来如风去如电，金火这才行。听不懂？打你的小人头，打得你喘不过气来，我打，打烫你的小人手，让你一辈子当乞丐，剪你的小人脚，剪得你不能穿裤子。哼，坏妹子。打你的小人头，烫你的小人手，让你的一辈子做乞丐，你没有头，烫出来小人手，让你一辈子做乞丐。我打死这个死万国舅啊！这一次还不被我们打着瘫在那儿？不过呢，我们还有一整筐的小人呢，他还没有瘫呢，我们就先躺下了。舅母啊，我们正打得如火如荼啊，怎么能泄气呢？可是我早上没吃东西，肚子好饿呀。你觉得到底是填饱肚子重要，还是发泄怨气重要啊？只打到一半，很邪门的。好、是吧？那继续打吧。喂，你们干什么？去吃东西啊！好、你不是说，哎，不填饱肚子，哪有力气打一筐的小人呢、啊？可不是吗？我们打得不够彻底啊，很可能会反过来挨打的。但是什么？留到下半场再打吧。别这么婆妈了，舅母。快一点！快点呐、我婆妈？什么都是你们说的。喂，等等我。
身打扮，看来没人认得出来了。道长，吃什么？你叫我道长？你本来就是道长吗？小二，有件事，赏你的。啊，谢谢谢谢谢。给我来点上好的素菜。就来啊。穿成这样，难道是孝子吗？笨蛋。万国舅怎么约我到这里来交易啊？到了没有？你虚什么呀？要化缘找别人吗？陈胜叔，是我呀！啊啊！哎哎呦哎呦哎呀！万国舅，嘘，干嘛做这般打扮啊？哎呀，为了保密啊！看你看你看，啊，好饿啊！马上给我们来十个馒头吧！马上来！喂，你们看那个道长很猥琐。他的腿啊就快摇断了，你们看他挤眉弄眼的，好像很缺德的样子。是啊，万国舅，哎，对啊，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呢？难道看破红尘？古里古怪的，一定有问题。听听他说什么。道长，本届科举的试题呢？试题？等。啊。来，快点，听着。嘘，哎呦，硬娘没教你不要乱嘘人家嘛，再嘘我就方便。掉了。来，好，谢。我要去后巷解决，慢慢聊。哎，好。他们走了，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们怎么能放弃呢？跟。国舅爷。那些试题呢？来，这是50万两。国舅爷，老实说，你收了这么贵，那些试题要是真的才行啊！你把我国舅爷当成什么了？我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我的试题是100%皇上御笔的真货，前三届的状元全靠我的试题才能金榜题名的。你要信就信，不信叫他自己去考，考中我把头砍下来给他。请国舅爷息怒。哎呀，小人多嘴问问而已，怎么会不相信国舅爷呢？来，这是50万两，笑纳。哦，原来是卖试题呀，还收人家50万两，太坑人了吧！嘘，听下去呀。那本届的科举试题呢？急什么呢？我方便完了就给你。哦。哎呀，非礼勿视的！我们走了，谁来听试题啊？哦，对呀，那我来听吧。那快去吧。怎么样？他们果然走了。你听到没有啊？一清二楚啊！那是什么试题啊？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。这样了，是什么呀？尿尿的声音啊，其他都听不到哎。欧大人，事情办好了没有？连第98届的工作全都办妥了。好，大家一起来发财。好啊，好。买，快点下注啊！周韩顿、陈万莲、车路易、利密宝，这是什么？你不是吧？后天就要考试了，这四个呢是状元的大热门，都不知道。对了。所以呢，我也来赌一赌，看谁会高中吧。哎，但是考生过万人，论实力岂止这四个？哎呀，所以说你糊涂啊，一点也没错嘛。你真是的，陈万莲是陈尚书的儿子嘛。周韩顿呢，是周将军的孙子。李密宝呢，是立太尉的侄儿。车路易呢，是冯统领的外甥。四个都是皇亲国戚，岂止皇亲国戚，而且都是用银子这个。哎，行，别说了。总之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要下注就快点儿来。陈万莲是大热门，1赔1。
周韩顿一赔10，利密宝还有车路易一赔20。大家下注，大家下注，好好好，来，哼，万国舅简直是罪大恶极，不但泄露了国家机密，最恶劣的是中饱私囊，简直是十恶不赦。娘啊，怎么办呢？哎，阿康回来了，相公。啊，你回来的正好啊，我们查到万国舅那个混蛋呢，把事情拿出去卖哦。我还知道本届新科状元很可能是陈尚书的儿子陈万莲呢。哎呀，你怎么知道？翰林院早就定出价钱，难怪我屡试屡败。原来他们出卖官职，浪费了我的光阴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告诉大哥，告发他们。嗯，好。大玉，别这么冲动，我们无凭无据，怎么能告人家？到时被人家反咬一口，说我们污蔑他，吃亏的是我们。难道我们坐视不理啊？哎呀，除非我们知道试题内容。哎，那马上去找试题啊。哎，上哪儿去找啊？竟是抽屉里找。哎，我想到了，可以躲在万国舅的床底下，等他说梦话的时候抄下试题不就行了？哎呀，问题是没进去就先被逮到了，那还是向陈尚书下手，逼他把试题说出来。威胁朝廷命官要杀头的，使不得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们说怎么办？是啊。阿父，不要这么冲动，你想去哪儿？大姐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反正我们没办法阻止这件事，我决定下重注买陈万莲，起码能赢一点钱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混账。我说说而已。哎，真是气死人了，明知道他干那个勾当，我们都没有办法。哎，朝廷又多了个没用的状元，国家又多了个祸害，我国舅他又赚了一大笔，混账。谁拍我的后脑勺？到底是谁？哼，鬼鬼祟祟的就会拍人家的后脑勺，算是什么英雄？有种的就出来跟我赛跑王较量啊！哎呀，老兄啊，别闹了，谁拍我的后脑勺啊？就是我，真是鬼拍后脑勺！鬼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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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鬼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哇！哎呀！幸亏是做梦。哎呀！后脑勺！鬼拍后脑勺！姑娘们，姑娘们，漂亮！万大爷这么快就走了？哎，不早了。大爷，你这么勇猛，我舍不得你走啊。这还用你们说？本大爷向来都是龙精虎猛的，看你们这么会说话呢，赏你们的啊！哎呦，还冒冷汗呢，看来朕得叫御医开大补汤了。哎呦，占卜星象、开运测字无所不能。哎，大爷，喂，拿一张回去看看，绝不吃亏。神棍！哎，喂，千万不要扔掉，你扔了就错失了一个自我提升你运程的能力，以及自我转运的机会。无忌！喂，大爷。看你长得一副大富大贵之相啊，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啊，倒挺中听的。还有啊，你最近发了一笔大财，是不是？真是可喜可贺啊！又被你猜中了，还有没有？还有，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你才不行呢，我跟他行得很呢。哎呀，不是的，大爷。你有一场大劫呀！我劫你的嘴巴？什么大劫？哎，不就是你这笔横财吗？本仙人屈指一算，你这笔不但是横财，而且还是不义之财呢。所以大人心中有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越是不把秘密说出来，
大爷的罪孽就越来越重，不但会走霉运，随时还会魂归极乐世界呢。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我行得正，站得直。本仙人只是实话实说啊。哎，就当做赠给有缘人吧。嗯。为什么送个袋子给我？飞爷，这个是消灾解难的锦囊，你回去在一张纸上写下所有的罪孽，再拿到大树下的土地公那儿磕三个响头烧了，土地公就会替你化解这场大劫了啊！越说越离奇了，你把我当成无知妇孺了，信你才怪！站！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土地公公，因为我交友广阔，开销大，所以本人呢，逼于无奈出卖了一条尸体，赚了点零用钱，请你有怪莫怪啊！最重要的，替我消灾解难。嘿，好了好了。从此平安大吉，能吃能睡。哎呀，哈！论三级制，这次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。这个万国舅还不人赃并获，全靠那一百两啊，收买了半日仙呢。多亏娘想到鬼拍后脑勺那招，才引蛇出洞。好了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我们赶快去把那条蛇给杀了。嗯，但是明天就要科举了，我们要马上行动。好，凭我精明的头脑，我就想到怎么做了。众女人听命。是。现在兵分两路。女的由大姐率领，全力杀进金銮大殿，通知皇上。遵命。男的听命。是。你们杀进驸马府，通知安宁，再抽调御林军和大内侍卫数千，包围庄弹宫，必要时格杀勿论，要尸不要人。遵命。立刻出发。是。慢着，你们别听他发神经了。没有啊。阿父，你以为这是下棋呀？啊，喜欢怎么走就怎么走。皇宫能乱来的吗？我看到国难当前，我们十军之路当然要担军之忧了啊！大人娘啊，是你说要有证据的，现在证据在握了，为什么不行动啊？话是没错，但是只靠这张纸是死无对证的。伯伯，不是又要放了那混蛋吧？就是啊，我们花了这么多功夫，岂不是白费了？那倒不是，哼哼，我现在反而想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啊！不太好意思。真不太好意思。真不好意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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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。论三级制，林公公，你快一点吧。我还要赶去市场监考呢。皇上，你先忍着点儿吧。啊，我忍了很久了。哎呀，哎呦，皇上，你发福了。你还说这么多，赶快去再找一条吧。是。哎呦，哎呦，嗯，哦。金色代表龙威，福字代表富贵，麒麟代表吉祥。耶，这么多，选哪一条好？坏死了，好讨厌，这么多。皇上，你喜欢哪一条啊？你看看，皇上，皇上。哎，皇上上哪儿了？告免夫人，今天是科举之日。朕要回去监考，
不能逗留太久。哎呀，皇上日理万机，龙体为重，更应该出来松弛一下，顺便视察民情嘛。没错，但是朕今天真的很忙啊。啊，皇上啊，你看那些考生都进考场了。哎呀，那些考生真是好学，你看看进考场前还书不离手，哎，实乃国家之福也。咦，啊，三级制。啊，三级制。啊，皇上，他们都念念有词，说什么三级制呢？你听见没有啊？啊。论三级制，当今山西灾民三级制。愚认为应扩建房屋。论三级制，当今山贼三级制，愚见应予以剿灭。论三级制，当今失业人数大增，愚提倡筹办再培训计划三级制。他们怎么知道朕出的试题？啊，哎呀，什么？哦，原来论三级制是本届的科举试题呀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这么机密的事都会外泄呢？朕也一脑袋浆。这么一来的话，岂不是满街的状元喽？哎呀，上乘的银狐毛笔，总要有名贵的金花宝石笔套，这才算绝配。嘿嘿嘿嘿嘿。国舅大人，陈尚书啊，令郎一考完试，你就马上赶过来向我道谢。本届的试题，准吧？嘿，收你这个价钱，难道给你假的不成吗？我万国舅信誉卓越，如货不对版，我不但双倍奉还给你，还会把头砍下来，让你当凳子坐。国舅大人的头呢？我可不敢坐了。不过那50万两。请你双倍奉还，此话何解？哼，你自己看吧。论高官问责制，这什么？就是本届的科举试题。你呀，竟然害我儿子交了白卷呢！你快把钱赔给我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啊！啊！宝宝乖，宝宝乖，我陪宝宝去逛街街，街上有鲜花鲜鱼卖卖的。我是茶壶费油，哎呀，这是茶饭，这是嘴，这是茶饭，这是嘴，水开了，水开了，儿子，水开了。嘿嘿嘿，摇摇摇，摇到奶奶瞧，奶奶说你是好宝宝，请你别哭好不好？哎呀，孩子啊，你赏个脸好不好？别张大嘴就会哭，行不行啊？阿日啊，你别这么大声，把他吓坏了。阿乖，哦，你怎么搞的？哄得这么辛苦，你还骂他？你自己来吧。少芬，哎，乖，哇，乖，这么辛辛哭成这个样子，是啊，在门口就听到了。这是不是肚子饿了？他刚吃过米糊不久啊。哦，会不会是尿不湿了？刚给他换了一片干净的。哎，不用说了，一定是肚子疼啊。他没有肚子痛，也不觉得冰冷。哦，一定是吃了太白粉。啊，别傻了，西西怎么会吃太白粉呢？你别胡说八道了，舅舅。哎，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那西西为什么哭成这个样子呢？我们又唱又跳的，他都不理我们。哎呀，再哭下去不是办法，不如找太医看看。当然要看了，不然今天晚上就别想睡觉了。海棠，哎呀，还叫他干什么？等海棠来了，天都亮了，你们去被轿子，我去给他拿几件衣服。哦，哎，慢着慢着，怎么了？西西这块布怎么不一样了？哎呀，对呀，哎呀，怪不得他哭个不停了，一定是海棠干的。好，不是，我看西西的包布很脏，所以要海棠拿去洗了。哎呀，那就麻烦了。都是你干的好事啊，舅母。孩子闻惯了那种味道，没有了就不舒服。你真是好心做坏事。我不懂嘛。哎呀，不要紧的，还可以补救。啊，怎么补救？那海棠呢，是出了名的慢三拍，他可能还没有洗那块布呢。哎呀，我去找他。哎，走吧走吧，那你抱着西西。你抱着啊，你抱着啊。阿日，你看着他，我去帮忙找啊。相公啊，给你个机会让你学习怎么带孩子。喂喂喂喂，哎呀，好，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啊。嗯。
娇娇，你不会这么不讲义气吧？喂，天上雷公，地下舅公啊！哎，海涛，海涛，你怎么都来了？衣服呢？啊，那些脏衣服呢？我叫你拿去洗的衣服，快点说呀！说呀！哎呀，你说话不要慢吞吞的，行不行？给点反应啊！是啊，你们说个不停，奴婢都不知道回答哪一个好。哎呀！衣服是吗？是啊，我洗好了，晾起来了。啊，这次怎么这么快呀？哎，没有啊。哎呀，我这儿也没有。哎呀，在这儿呢。啊，变成抹布了。海棠，这怎么回事？我，哎呀，你骂他也没有用了，先捞起来吧。快，快，快点呢。捞起来也没用了，是吧？怎么不能用啊？洗干净就行了。洗洗不能没有这块包布的啊。算了算了，让我来吧。哎，那倒不必，儿子是我的，我自己来。总算知道父爱的伟大了，海涛，快拿去洗吧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慢着，这块布不是洗洗的。啊？哎，对呀，不是洗洗的，是欢欢的。哎呀，真的是欢欢的！哦，原来你们找洗洗的布啊。拿，就在那边的木盆里面。不早点说！哎，你先拿着吧。哎呀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相公，哎呀，哎呀，糟了，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。哎，是啊，我哄了老半天，还在哭。不用怕，我有办法。啊！就像纸壳漏一样的有效啊！哈哈，习惯成自然，这种事没法解释。哎，幸好欢欢没有洗洗这个少爷脾气，不然的话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别开心的太早，二哥。咦，是欢欢？啊！哎呀，真的是欢欢在哭啊！哎呀！啊，别开这个玩笑了吧。洞顶乌龙来一杯，天下烦恼一扫空。金月，想不到你除了医药方面得到我的真传之外，连茶艺也偷到师了。当然了，有机会进宝山，怎么能空手而回呢？郡主驾到。迎驾迎驾。郡主万福。你在这里啊？值班时间当然在这儿了。这太好了。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啊，蹲下去站起来那头会昏，牙齿两天不刷就发臭，你闻闻，是不是有病啊？是，确实有病，郡主。不过郡主放心，臣一定竭尽所能让郡主你早日康复，请郡主坐下，我替您把把脉。你真是有病啊！我眼睛只看这里，我什么时候看过你了？我跟他说话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话了？你这多事干什么你？不过这是臣的分内之事啊！现在我要金亲家替我把脉啊啊！我郡主，金月还不够功力呀、啊！就是你没把分内的事做好，你是太医嘛？你没好好的教导他，你妄受皇恩呢、啊、你！郡主息怒，郡主息怒，金月，你好好的替郡主把脉吧。嗯，脉象平和，不像有病。一点都不错，金亲家你了不起呀、啊！我一到这儿来呢，药未吃，病就好了。我要跟皇兄说，重重有赏啊！哎，那可谢谢郡主了。啊，郡主，我开剂呢大补汤，让你固本培元呀、啊。一剂不够，多抓几剂了。不过这样了，我怕有人下毒陷害我。这样吧，你亲自斟给我喝啦。好吧。哎呀，好剂！哎，郡主。大补汤到！哎呀，麻烦你了，金亲家。喂，怎么了，郡主？你怎么样啊？啊！不要！郡主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郡主，你没事吧？你嚷嚷什么你？没有，我看郡主动都不动一下，我以为你中邪了。你才中了邪呢！你该叫不叫？你这是……哎，郡主息怒，不能怪他。只不过微臣刚才一直想不到办法，那我只好、你没有做错，你救了我一命，我要禀告皇兄，重重重有赏。那再次谢郡主了。
郡主摆驾。我什么时候说要摆驾了？你别乱来了好不好？你啊，郡主请啊。你不送我了？送啊。啊，你不用送了。哦，那慢走啊，我不送了。哦，哎，恭喜恭喜大人。金大人，恭喜我什么？你不觉得郡主对你特别有好感吗？哼，鬼扯淡，一点也不假。我也觉得郡主对你特别的好啊，刚才要是我早就人头落地了。那当然了，波兰师傅，你也跟他们一起胡说八道。我没有胡说，这个是经验之谈。我已经是有妇之夫了，我有两个娘子啊。哎，奇怪，我怎么这个地又浮又沉的，桌脚还是歪。金月，金月。哎呀，阿月，你是医得了别人，医不了自己。可不是吗？明知道自己的体质虚寒呢，就不要早晚都喝冻顶乌龙茶吗？根本没关联。怎么没关联啊？老太医说的吗？你现在暂时不能喝冻顶乌龙。啊，不是吧？婆婆已经把你的顶级冻顶乌龙藏起来了。啊，娘，我的冻顶乌龙呢，就跟欢欢和喜喜的包布一样，没有它睡不着的。阿月，你习惯一下，你当上爹了，要给欢欢和喜喜做个好榜样啊。你舅母说的很对。但是他们两个还不懂事，将来再给他们好榜样吧。没得商量，我是为你好啊。哎，这是什么胃口都没有了。哇，好啊，麻辣鸭舌好开动。哎，阿父，你忍一忍吧，吃这么辣的东西，你那个大痔疮很久都不会好的。喂，你怎么知道我长了大痔疮？舅母早就说出来了。没有啊，忍一忍好吗？我怕你到时候呢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所以要他们帮忙留意啊。丽媛，你老是把我的秘密抖出来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竟是！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来吃饭吃饭吃饭。开动。总之呢，自己知道自己的事。俗话说，病从口入。那别说我没提醒你们，就像这一道。笋干焖猪脚很好吃是吧？但是很毒的。哇，得了疮疥什么的，吃了马上复发。还有啊，有伤口疤痕的人呢，千万别吃酱油，吃了呢马上变成钟无艳啊。还有呢，喉咙发痒的人呢，千万别吃萝卜牛肉，因为萝卜呢会破气，吃了它不但破气还会咳嗽。你们怎么不加菜吃啊？还用问吗？大家心里全都有数了，破气康啊。哎呀，这么多菜不吃太浪费了。哎，这样好了，我帮你们吃吧。哎，走，阿梅。阿梅，哎呀，怎么了阿梅？你没摔伤吗？哎呀，好疼啊！但是我的腰比头还疼啊！哎，你坐下来，我给你揉一揉。啊，相公啊，你怎么一晚上像风车似的转呢？都把我踢到地上来了。哎，我也不想啊，但是睡前没喝杯冻顶乌龙，总觉得浑身不对劲儿，睡不安稳。你这个人最麻烦的。还没办法，习惯成自然了嘛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帮我到娘那儿把冻顶乌龙拿给我好不好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太医说你体质虚寒，这些东西不能喝了，不能喝，不能喝了。哎，没事的，上次是因为我睡眠不足，双脚发软才会晕倒。你看看我，哎，我现在老虎都能打死两只，是两只老虎。你少来了你。哎，大不了我答应你，我只喝一小杯。不行，就一口。一口都不行啊！你马上的闭上眼睛，什么都别想，很快就会梦到周公了。来来来，乖乖乖乖。哦，闻闻味道总行了吧？哎，我们是夫妻，你也不希望我再把你踢下床吧？但是伯伯不会听我的。哎，只要你肯帮我，一定行。
就运用你仅有的聪明才智，一娘离开房间，让我悄悄地进去偷茶叶啊！我不否认你娘子我美貌与智慧并重，但是要从赛凤凰手上偷走什么，实在是太岁头生动土。你真以为婆婆朗得虚名啊？放心吧，我对你非常有信心呐、啊！来来来，去去去去，你去。谁呀、啊？婆婆，我是阿美啊，我想请你一起去吃夜宵。不吃了，我正在减肥。哦，可是婆婆，今天有你最爱吃的双皮奶啊。阿美呀、啊，我一听到奶字就害怕了，我不去了。啊，你不出来吃，那三姑娘很快就吃光了。我不吃了。哎呀，你别妨碍我了，我正在办正事呢。哦。怎么办呢？只好再接再厉，把事情闹大。我，小心点啊！糟了糟了糟了！哎呀，喂，怎么了？有贼呀！啊，哎呀哎呀，在哪在哪？啊，那边。啊啊，这边。啊，刚才这边，现在跑那边去了。对对对对，好。哼，谁这么大胆，在太岁头上动土？是啊，皇宫里面居然有贼，婆婆赶快去追呀、啊！哎，是是啊，去吧。岂有此理！喂，阿月，啊，阿月呢？啊，嗯啊。婆婆，喂，阿月，你在这干什么啊？没有，我好像什么味道这么怪啊？好像是辣椒的味道，不是普通的辣，是麻辣味儿。麻辣里面还掺着一股馊馊的味道，馊味之中又带点粪便的味道。啊！哇！哎呀，想不到你们俩的鼻子这么灵啊！哎呀，婆婆，怪不得叫半天你都不出来，原来你在房间里面拉肚子呢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！早知道刚才那顿呢、啊，我少吃点，肚皮就不会受罪了。现在拉得我腿都软了，真是挺麻烦的。对了，你们两个来的正好，替我把马桶提出去啊。啊！阿娘，其实这种事情当然是要你亲力亲为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！阿娘，不妨碍你了啊。喂！哎呀，不行不行！哎呀，又来了又来了！相公提提神。哎呀，没有洞顶乌龙喝，怎么提神呢？你昨天不是喝了一点吗？你这么贪得无厌，少吃一顿都没力了。一个字，戒。啊，说起来，娘子我真是并非朗得虚名啊，全靠我趁婆婆出去倒马桶的时候帮你偷了茶叶。偷了又如何？你还不是跟我娘一样，只让我喝几口。你的体质虚弱吗？我也是为你好。哎，时候不早了，赶快回太医院吧，去吧。行了，我会的了。打起精神来。打起精神。幸好你精，我也不笨。偷茶！偷茶！偷茶！谁啊？谁啊？哦，原来是你这个多嘴的鹦鹉。偷茶，偷茶。喂，你还不住口？信不信我拔光你的毛，拆你的骨头，吃掉你的肉，送你进刀子房啊？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？哦，幸好还有一点点。那糟了，又来了。喂，我。偷茶，偷茶！你这个死鹦鹉，你竟敢落井下石！哇，这个尸体怎么到处乱放呢？啊，是金青江！哎呀，金青江，你怎么了？啊，金青江！哎呀，他的呼吸好像很微弱，还是赶紧送他去太医院。我也知道嘛，我正在探听嘛。还有啊，救人如救火，送去了也来不及了。那你想怎么样啊？我想好啊，没办法，救人嘛，总要吃一次亏的。啊哈哈，总算没有吃到了。
碗都打翻了。没事。不对呀，你看起来脸色发青。嘿，不用说了，一定是犯了茶瘾了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老太医说你已经没事了。等一下吃过饭呢，叫海棠给你沏一壶洞顶乌龙好了，保证你精神百倍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喝洞顶乌龙了。我们没听错吧？不是啊，你明明说你的茶饮啊，就像欢欢和喜喜的不一样，不能没有他的。这个是以前的老毛病，现在不会了。哦，我懂了，你是不是克服了心魔，想给欢欢和喜喜树立一个好榜样？哦，真是这样就太好了啊！相公这么聪明，我赏你吃这个鸡腿，吃吧。叫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哎呀，好乖呀！叫美女啊！喂，叫美女啊！莎莎郡主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这位兄台，你虽然身为禽畜，但还不至于有眼无珠，佩服佩服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莎莎郡主，这个有些事情呢，不能说得太白啊。是非是非，这位兄台，你不为五斗米而折腰，有骨气。来，我赏给你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还会说谢谢，有灵气呀！你简直不给我面子，信不信我把你抓去斩了你？莎莎郡主啊，这个面子呢是人家给的，但是脸呢，畜生替你丢光喽，失败失败啊！你简直是把我的脸丢光了，失败失败，不是同类，不相信了，承认。你这意思说我是畜生？我忍你，我忍你！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兄台，你跟他说什么？快一点，快一点！有心意呀、啊，还有没有？浪得虚名，浪得虚名，浪得虚名！这句好啊，有意思！大家一起干杯啊！哈哈哈哈啊！哎，爱妃。我们已经喝了很多酒，是时候来点歌舞表演助兴了啊！应该应该，准备歌舞吧。慢着啊！皇兄啊，最近皇妹我呢，学会跳那种天外飞仙之舞，简直达到人生合一的境界，让我来表演一下好不好啊？哎，好，请鼓掌。哎，慢着！哎，皇上，歌舞表演这种玩意儿呢？实在太普通了，还是让微臣表演一些没有人表演过的节目，让大家欣赏欣赏好吗？什么节目这么神奇，生吞马桶还是手持粪坑啊？你别闹着玩了，当心犯欺君之罪。你放心，本国舅并非浪得虚名。什么时候跟我偷师？国舅，你想要表演什么？洞笃笑。啊，洞笃笑是什么东西啊？启禀皇上，所谓洞笃笑啊，就是前边站个人对着一堆人说笑话。哼，那就是卖野药了，层次高多了。啊，既然如此，国舅，你马上表演吧。啊，谢皇上。有一天，有个病人去看大夫，那个大夫说，现在有个坏消息和一个极坏的消息，你想听哪个呢？这个病人就说了，随便吧，哎，先说坏消息吧。于是大夫就说了，这个坏消息呢，就是我证实你患了一种不治之症，在12个时辰之后呢，你就会没命了。这个病人听了之后呢，就像一盆冷水，是从头浇到脚啊！他很激动，他死命的掐着大夫的脖子，他不停的摇，那个大夫疼的呼天抢地，死去活来，他还砰的一声撞下墙，然后扯开了他的头发，撞啊！哎，这个病人很激动的说：“你这个大夫啊，真是浪得虚名啊！当初还说能把我这个病治好，
最后大夫就说了，你不要激动啊，你听我说完了个最坏的消息，那个大夫啊不啊这个病人就说了，你不快点说啊，就是这个大夫就说了，这个最坏的消息啊就是这个坏消息，我本来想赶紧告诉你的，但是找了几天我都找不到你，这个病人听了之后马上就晕倒在地，结果就迷迷糊糊。全是小嫂子的口头禅呢，简直太传神了。嗯，啊，国舅啊，你很累想睡觉，为什么不继续说下去啊？启禀皇上，这个故事说完了呀。啊？这个呢，就是正宗的，怎么逗都笑不出来啊！怎么？不会啊，仔细咀嚼，还挺幽默的啊。不是吧，贵妃？你是不是嘎吱窝的皮太薄了，一隔着就笑，还是皮太厚了，昧着良心护着你大哥啊？那倒不是。那光是他那两句什么，快一点啊，浪得虚名啊。就更好笑的了啊！是是，皇上，微臣这两句话可是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。真的吗？是啊。哎呀，那就要鼓掌了，鼓掌啊！啊，皇上啊，微臣有个不情之请。啊，你说，微臣希望皇上命史官把微臣所说的笑话记下来，好让微臣得以名留青史，流芳百世。同时公告天下人，未经微臣同意，不得任意翻印、盗用、抄袭、模仿，做娱乐和非娱乐之用途。恳请皇上恩准。准奏，谢主隆恩。啊！都不